2011年5月31日星期二，农历4月29日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。今天节目内容主要有：中纪委半个月一度的党员先进个人评议今日拉开帷幕；何一东同志由于严重违纪，于昨日被七大国并列为等重点监督对象；活力黄牛党活动于近日展开，下面请听详细报道。半个月一度的先进党员评比于昨天拉开帷幕。中纪委冯沃尧同志在等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，在致辞中他强调，各位党员要以党务为重，牢记党的精神，不能像其他党员一样无视党员党法，开口闭口你妹的。本次评比活动将持续一个月，中纪委与中央组织部联合举办，将评出三位为党做出最大贡献的党员。前日军纪委发布总参谋何一东同志由于严重违纪，于昨日被中央记处大过。据了解，何一东同志曾多次频繁试图改我党为移东党，我党宽慈悲为怀，接纳他的直民不误，现已据为重点监督对象，请各位监督。中央书记处、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统战部、中央策划的活力黄牛党活动于近日拉开帷幕，请大家继续关注。据本台刚刚收到消息，中央统一战线部程林远同志已增为中央党校校长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新闻联播已经完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再会。